愁入一愁，座中何人谁不怀忧，令我白头。何人？美人，美人。乱世之中，何处安身？雷霆震击，感谢诸位相救，不知三位英雄现居何职啊？无官无职，一介义勇军。白琛，你不能走，黄巾军是俺们打退的，凭什么俺们没赏？义德，私带假印与暴民有何区别？退下！难道要我斩了你们？滚回去种田吧！驾！当今朝廷就是如此，竟是无能昏庸之辈。朝廷污浊腐败，早已病入膏肓。刘官将这种英雄都受尽屈辱，更何况百姓。想要改变这一切，就必须夺得更多权力，获得更高的地位。那曹大人是如何获得权位的呢？我爸认了太监当干爹。说出来了。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在我儿子身上发生，大家一起努力吧。不论如何，先得击败张角，找到不脸师。三弟就在前方，随我来。好。Yeah!
乱世之中，何处安身？这贼头怎么这么多？这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有一计，我们可以领兵突袭敌方粮仓，断其粮草之后，敌军必定大乱。好，也能让他们留条性命。何日归家？雷霆震击，魂牵连里，南
乱世之中，何处安身？你们以为自己赢了？不，你们输了。你们的末日才刚刚开始。这是什么？是恶鬼！救命啊！